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咧开箱讲动心同埋呢个 Colourpop 咧一齐出咗咧一啲联名嘅化妆品啦，有唇膏，亦都有 eye shadow 嘅眼影盘嘅。佢咧就出咗四个眼影盘咧，我就全部都有晒啦，真系完晒添只手。咁咧，我而家咧就开俾大家睇，好靓嘅佢啲包装。最喜歡的 Isabel， 首先開了這個 Nude 裡面那兩隻狸貓，它是綠色的，很漂亮的顏色。那我或者整給大家看看，咁 Colourpop 咧不嬲，佢啲顏色都 OK 啦，即係以佢嘅價錢嚟講咧，其實有咁嘅質素都好 OK 嘅。這個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綠色啦。咁佢個包裝咧全部都係印曬花嘅，咁我真係好得意咯！真係唔係咁捨得用嘅，但係咧又好得意喎。這個、呢個咧就是、Isabella， 佢就係粉紅色嘅，佢入邊開出嚟咧就係咁嘅。色咁样摸落去咧都好软嘅，都唔系话啲啊点靓嗰只色，好似我啲手指污糟晒。全部都好顯色嘅，即系Colourpop 嘅質地咧都好 OK 嘅，我覺得。咁啊，佢依個咧就我都唔記得幾多錢啦，因為都一排啦，我都未好似十幾蚊一個。咁我記得而家咧都仲有得買嘅，如果你想買咧都可以要嘅。跟住咧就係貓頭鷹妹妹，貓頭鷹妹妹咧佢就係以啡嘅顏色主調啦，有少少金啦，咁咧貓頭鷹妹妹同佢哥哥咧就喺碗頭上邊啦，好得意啊！真係，再嚟啦，貓頭鷹妹妹顏色，佢嗰個金粉色咧要用多啲，因為好似唔係好顯色。色就系咁啦，我啲似我用得唔系好大力，所以就咁样咯。呢个就系猫头鹰妹妹嗰啲色啦。跟住最后一个咧，就系卖衫嘅 Isabel 啦，系三个人啊，系咪啊？三个三兄妹啊，三姊妹啊，姊弟啊，咁佢系用紫色为主啦。又系每一个咧都有一个金闪粉喺入边嘅，咁啊由深到浅，咁我慢慢咁整出嚟，呢个金粉啊都好犀利啊！都幾用心嘅，今次都唔係渣嘅，有少少漸變色。咁啊，呢個而家好興咧，呢啲咁樣漸變嘅顏色。最後呢個深紫色冇問題啦，呢個完全咁咧都好容易配搭啦。其實一個 palette 都可以做到，好容易就已經可以做到出嚟啦。咁咧最後咧就睇下呢個啦。就是它的唇膏了，它的唇膏很有趣的，它看到有櫻桃和蘋果就真的是那個味道的，
咁我就唔捨得用啦，因为好得意咯，同埋但系咧我开佢出嚟真系觉得好香咯，咁佢就好似铅笔咁嘅，咁你就拧出嚟咯，拧系啦，就系咁啦。咁呢只色咧就都话一话俾你睇嘅颜色，呢个系苹果味。这个呢就是樱桃味，很相似，不过就我都挺喜欢这些颜色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的开箱动心了。我不知道现在最近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玩啊，我呢都有时候没什么心机玩，因为他都只等 update 的时候我才玩。但是我都玩了很久了，差不多一年了。我仲有好多朋友都加入，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互相帮助。咁你哋可以留言俾我，想唔想睇我打机啦，我最近都有 Xbox 啦，咁又可以打一啲机嚟同你一起睇。咁你留言话俾我听啦，我想睇你哋啲留言㗎。下次见。